开得好4000，开不好3000。我这个呢，老坑老料，已经是放了好几年的。你看这个表现，抓紧入紧，现在的皮壳根本没有这种。这个莫西沙密度感的话是非常的好，没有表现是最好的表现。牺牲起了一点点吗？打的有一点点表现。这种的话，你就开几针，做大爆的一个。确定吗？你不信，要么我们两个赌一下。赌啊！多少钱嘛？12000。3000嘛？如果开出来好的话，我就给你加嘛。你加了多少？加500嘛。才500，开得好4000，开不好3000，成交。这个料子可以，洗我喜欢，我一点都不吹。钻石这个料子呢，你说放了好几年，我信，因为那个觉得料子发财发财，应该不止是打的没有表现，这种石头应该是时间长了以后，表皮它又长出来了以后呢，刷一刷表现出来了，挖一针嘛，就看你还能不能再挣1000了。我这个1000要挣定了，这个水平在哪里开都没问题的。这个地方吗？有点底色，表现就来了。你今天又多挣了1000块钱，那肯定了，我相信我的料子呢。这个地方看的还不够深，还在那个皮跟雾之间，所以这个地方看的有点朦朦胧胧。但是看这边挖的深一点的地方呢，干味就起得来，再挖大一点。但这个料子还是会变种呢。哎，什么不会，你要相信我，整个一坨都是这样的话，那这个料子就值钱了。肉质不打灯的情况下是很黑的，台灯一点光它就能透，一点点淡淡的底色。恭喜你，给你拿钱，给你拿钱。10，我为了挣到这1000块钱，我费了多长时间？拿石头来的时候就想好了跟我赌，我感觉他是这样的。你这种的话，放了多少年的石头的话，我不来这一把的话，行吗？哎，给我上了一课今天。